还没达到目标区域就遭遇战斗，敌人不再是一味的逃跑，而是会主动袭击我们。我们蓝方利用丰富的反侦察经验，用厚雪将身体覆盖起来，这样可以减少身体散发的热量，有效躲避追踪，从而设置潜伏圈。此次演练紧贴实战背景和作战进程，最大限度构建战场环境，练指挥，练战法，练协同，全面锤炼部队在陌生地域和复杂环境下的遂行任务能力。